军，也就是这本《购房兵法》的作者。那么记得我们在2014年7月29日下午傍晚6点正在第9届海外华文书市有约哟。那么届时我将与大家分享有关这本购房兵法里面的乾坤，也祝你在这个购房的时候呢百战百胜。记得我们不见不散。